前与其近日开直播跟粉丝聊天，期间他发现一名粉丝考试分数很差，傻眼直说：“语文你给我考出35分，我语文没下过120分，满分150分 ，God 别看了，多读书。”还有人化学只有8分，让与其瞬间说不出话，崩溃表示要晕倒了。不仅如此，有粉丝物理考了12分，让与其疯狂说服自己是直播不能生气，但他最后还是忍不住直说：“你就是全填 C 也能拿个20分吧，我 respect 你。”接着他劝粉丝，如果想读书就要再努力一点，如果觉得无所谓，考试不是唯一。最后甚至讲出广东话，与其气到语文了次，超真性情的样子让众人全笑疯啦。化学霸，文明直播，文明直播，你就是全填 C 也能拿个20分吧？我 respect 你。